恭新国小学堂带来精彩武术表演下，这一场联合财经国小的艺文圆满计划正式启动了。预计今年执行完以后，明年开始呢，我们就要透过甄选的方式，那透过勤诚勤众兴业的赞助，我们会持续的在云林这边继续来做这样的一个推动计划。这由民间企业赞助经费所进行的计划，将为十间国小学校开始带动起，搁再扩大到其他的国小。看到企业的赞助，马校官长苏迪芬是真感谢，也希望未来的水风气会当落实到云林每一个角落。在这边除了感谢这些企业界的赞助以外，那么也希望这十所小学接受了这个艺术光点这个经费的话，那么可以落实到小孩子的身上，把咱的囡仔全递给设计部分来共选，去充实他的心灵哈，好些的囡仔。会当透过这个艺术对于生活周边吼开始有些美学的训练。在我们其他我们自己就有的有十所学校来参与这个，希望我们艺术跟口罩都能带到天下。利用各种方式，让学生去发现艺术的水。负责推动的艺文教基金会副执行长杨焕成表示，这是头一个阶段，应该继续推动落去，嘛，各类学校会当上计划来申请。那透过甄选，我们会邀请十所到十五所学校也参与这样的一个艺术光点计划的推动。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希望让云林县的小学都有机会可以参与。从艺术融入到当中，大家拢真期待会当透过计划，让训练的囡仔有更加大的艺文眼光，并且用艺术来丰富未来人生。记者黄宏坤、王金星采访报道。